你为什么一直问我大哥的事？你也很想跟他交朋友吗？你愿不愿意带你大哥来跟我碰面呢？我听叶医师说你是动物沟通师，那你知道这只柴犬在想什么吗？他很担心你啊。你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睡地上，没有睡床上？这是我要求现金交易，地点给你选，时间最好是今天凌晨，麻烦了。周日晚上10点，请看《黑喵之情》，由全能猫冠名赞助。